欢迎收看一周网红今日送上最走音特辑，第三名是近期深受婆婆妈妈喜爱超洗脑的怀孕金曲。我要能睡得安稳，枕边人不抱了再温暖，一抱我就升温，我早已清醒了。廖颖妈说，其实她唱歌是根据一种音不准原理，连自己都不敢打开来听。第二名黑人陈建州在节目上开金嗓飙高音，记住几个字却要我收下，无尽的无限的苦、看来无情的结局真的很无情啊，呵呵。第一名是一个叫做脖子的 DJ。 脖子上周那位失恋的朋友在听了脖子唱的歌之后他又谈恋爱了，本周脖子想要送他一句话，叫做爱要趁早，也送给所有的观众这首歌，趁早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乱。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对谁受伤。事实证明，只要有心人，人都可以是歌神。一周网红，我们下周见。